搞笑哦。这是我的另外的吃法。专业法上面写的，我听不清。这个也算是韩国的一个文化吧。안녕하십니까하카이입니다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是第二天早上，要准备出门，把那个外套拿去洗了，因为如果再晚一些的话，可能它会洗不掉那个肮脏的部分。如果你还没看上一集的话，可以点击这里观看我上一集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这个是下一集。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的话，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的话，我的影片呢主要是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在韩国的生活，有时候我还会介绍一下韩国的美食还有韩国的风景。如果你也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拉桑 Segi。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要把那个外套拿去洗一洗，然后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韩国遇见最先进的一个电梯还有这个健身房。昨天喝了太多了，今天头还是有点疼，所以喝咖啡解解醉。要拿衣服过去洗，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要不然是白色，要不然就是黑色。케찹이라고요네네이거속아니에요속아배고파我要看什么时候也要把小黄带去洗了。基本上就是这个 kimbap， 不然就是吃这样的乌冬面。开吃！哇哦！先喝口汤。黑糖果，醒酒汤吗？解酒汤。原本我们吃完了是要把那个吃完的东西要还回去的，但是我的太太没有拍到，她拿着相机一直对着我，但是她没有按到那个拍的画面，所以就没有拍到给你们看。这个也算是韩国的一个文化吧，就是吃了东西要还回去，但是不是每一个嘛的。我现在因为吃了太咸的东西，我想吃冰淇淋，无人的冰淇淋店。我也不知道这个麦克有没有收到音的。这里就是无人的冰淇淋店，其实除了冰淇淋还有一些饼干，不知道有没有马来西亚的牌子。无人，这个在韩语来说这个是汉字，不知道中文。我想吃哦哦，没有给到。我这个600元，好的，啊你哦，400元，我这个才400元，大概应该是一块多马币吧，应该是。现在几号？26号，因为月底了还没有发工资，所以只能吃这么便宜。如果你们想知道的话，我会下一次分享一下在韩国只需要带什么东西你就可以出门。我的哦，1000元。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电梯，你要去的楼层呢只能在外面按的，就是这个荧幕去的楼层你按了，然后进到电梯里面呢你只有两个按键可以按，要么关门要么开门，只有两个。那当然还有那个铃钟，铃钟的话在法上面写的叫点选，这个系统会分配你到你要乘坐哪一个电梯。健身房就在地下三楼，下来过后呢只需要你的脸部认证就可以了，就像这个机器一样，口罩也不用脱，就你的 面部认证应该是眼睛认证吧，认证了过后它会显示一个号码出来，你今天的 locker 一个 daily locker， 那这个号码呢是每一天都不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你要去运动衣，他会免费提供运动衣，也不是免费，因为你的 luggage 是包含的。然后呢，这个衣服、裤子还有袜子呢，也是需要你的脸部来认证。你的鞋子放在哪里呢？就会有这个号码呢，是跟你的 daily locker 的号码是相连的，所以你就把鞋子放进去，拿到了那个感应钥匙过后呢，就去找你的 daily locker， 放你的衣服啊，你的。你的包包什么的。然后呢这个 package 还包含了有这个储放你的私人物品，你的洗浴的还有你健身的你的鞋子你都可以储存放在这个地方。韩国健身房呢都是可以洗澡的地方。那这个健身房我喜欢的一点呢就是它除了可以健身之外呢还有泡澡，还有泡冷水澡，泡热水，还有理发的。没有错，这个理发好像只有男士的才有，那女士的话好像没有理发。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就是汗蒸房，它有三个不一样的温度。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汗蒸房，可能下一次我会做一集关于关于我来了韩国过后对于这个汗蒸房的一个改观啊，对，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呢，就是可以打高尔夫球，虽然我不会，可能以后呢可以在这里学习这个打高尔夫球。这个健身房里面呢，大概就这样，跟一般的健身房差不多，只是它有这样的一个设备。我今天分享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也想看更多我分享在韩国的生活，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每次分享视频的时候，你就第一时间收到。下一次视频会是什么呢？敬请期待，我们下个视频见，喵。没有员工的，那这个你要怎么进去呢？就是要发你自己的卡，认证了你的个人信息过后，你才可以进来。去买一些干粮，这个是什么？五金龙，鱿鱼。我喜欢吃的这个 steak， 不来也来了，就买一个。哦，这里还有这个袋子是要付费的，小的就50，大的就100元。家有红酒吗？那我也买一个吧。我不要。选个中文的看看。喂 ，Hello。没有。请在扫描仪上读一下商品条形码。这样子的。信用卡。请把卡放进投注口里。结算已完成，谢谢您使用，请把卡取出来。回家。